王文琪和戈登要进行美式单挑，打七个球，只能运三次球，运三次，打七分运三次。好，因为你已经拿到了进球方面的优势，好吧？来，我们七个球的单挑破发。来吧，球队现在来到王文戈登，这边黄金防得非常紧啊。戈登啊，要再超过的三分。哇！这有球没上吗？高难度1-0，破发的反拍射中，这个好，完了，王杰抓住机会了，进球翻倍，外线同样翻分，哎呦，两个好。那么按照红队的毫无进球前进球数就是两个球，比分2-1，真服了。王杰面前开门。好，这边黄旗想让阿文哥认认真真的防范一下，让他感受一下。OK， defense for real， defense for real。全力防，白旗外线三分，快点。好，仍然4-2，换发球，黄文旗。来，我们看看想让哥哥认真防你啊，你看你的表现够不够？好，对，来自的是他。被冒了，这个稍微认真一点啊！来吧，王杰，抓住你的机会了。现在就面前来，看看有没有办法。这真是啊，还是没有办法，这你怎么办？怎么没有办法呢？现在4-0。你队友在旁边出谋划策，对，没错，刚好你让戈登稍微休息一下。还有队友给他的是什么办法？终于，哎呦，戈登节奏很不错，机会也出来了。两人现在确实体力也是很大一方啊，相反场面的观众朋友们，给他们快来点掌声鼓励一下啊！加油！打七颗，这一个来到五十四，黄杰同样的位置接球，哎呦，差一点，这球出手也很难啊。好，现在这场比赛5-4，发一波，发一波。哇，真吓人啊，真吓人。Thank you.
请按照六六五，按照我们顶尖黄旗也率先来到赛点。3-5, game 1. 哇，真快！感谢。